在加州实施了一系列杀人、强奸和入室抢劫的前警察，被人称为金州杀手，6月29日承认犯有13项一级谋杀罪。检察官在听证会上说，74岁的约瑟夫·詹姆斯·迪安杰罗的认罪，是他与加州11个县的检察官达成的一项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。根据协议，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波犯罪浪潮中，他无论是否被指控，都要承认所有针对他的指控。在听证会上，检察官和法官概述了认罪协议的条款。迪安杰罗将面临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检方表示，该协议不仅让被告免于判处死刑，还让参与此案的越来越多的老年幸存者、受害者家属、证人和执法人员免于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。听证会是在沙加缅度州立大学的一个宴会厅举行的，而并不是法院大楼。目的是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下，可以提供更安全的社交距离座位。迪安杰罗身穿橙色的囚服，坐在轮椅上，坐在他的两个律师之间。当法官问他如何为他被指控的13起谋杀案中的第一起辩护时，迪安杰罗用沙哑的声音回答：“有罪。”迪安杰罗于2018年被捕，标志着这起案件40多年的调查终于圆满结束。当局表示，通过将犯罪现场的 DNA 证据与用于追踪其祖先的宗谱网站上的信息进行比较，此案最终得以解决。大概两个月以前，这一案件在畅销书《我将在黑暗中前行》中再次引起全国的关注。由该书改编的电视纪录片于周日在 HBO 首播。